又一男星被戴帽，信被15年女友背叛，3亿房产均在女方名下。娱乐圈的爱情不得不说真是令人辣眼睛，像张家辉关咏荷、梁朝伟刘嘉玲这样感情深厚不分离的夫妻也有，但像文章马伊琍、陈思诚佟丽娅、贾乃亮李小璐这样的爱情也是多不胜数。爱情中最惨的就是对方的背叛，持续一年多的马蓉送哲事件、李小璐夜宿门事件，让大家对娱乐圈的爱情不再那么相信。最近又有消息爆出，著名歌手信，本名苏建信，被女友背叛。据悉，信和女友薇安儿交往了有15年，本来这在娱乐圈内绝对算是神话般的恋爱了，据传两人也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不料最近女方有了新的对象，甚至暧昧的讯息都被信无意中发现。两人也迅速分居，这段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。根据媒体报道，信对这段感情十分认真，3亿多的房产都在女方的名下，女友过住贵妇般的生活，不愁吃穿，而信也做到了好男人的标准。只顾赚钱养家，也很少有绯闻传出。这段恋情也被很多人看好，却没想到女友 Vera 还和其他人搞暧昧，让信一怒之下离开了她。说起信，他的成名作《死了都要爱》、《趁我》、《离歌》都曾是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。信在歌坛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线明星，当年的信乐团也是当时最火的组合之一。2007年信单飞后，更是开始多元化发展，电视、电影都有所涉及。虽说不是一线影视明星，但有其歌坛的影响力，信的吸金能力也很不俗。本来和女友 Vera 都打算结婚生子了，却没想到女友背叛了他。更令网友们不忿的是，信的财产都在女友 Vera 名下，这段分手也算是净身出户了。很多网友都不明白，有住这么好的老公，自己做主花钱还要出轨，这女人真是贪心啊。不过爱情这事还真是不好说，希望信可以快速振作起来，你还有一大波爱你，凭你的粉丝在支持你，加油。大家怎么看待娱乐圈的背叛出轨事件呢？欢迎留言分享。